学友们，今天我向大家介绍的陈氏太极拳是陈发科前辈的高祖钱秀琛老师亲传给我的陈氏老宅一路和二。陈氏老宅一路，陈氏老家一路陈发科前辈于晚年做了些修改，肉多刚少，煮柔，使之更易煮出。第二路，猪肝、猪肝并先出出解脱、解脱、擒拿及四余手四余手的运用，多穿蹦跳跃和闪战腾挪，多发劲儿。所以与其他各式太极拳先有不同，是于青壮年练习，用以强身，自卫，钱老师，传授的这两套传统陈氏拳，以合二为一，派生创造成国家陈氏太极拳竞赛套，以规范科学化的技术，推广普及于世人。而今我已进入老年，以崇敬缅怀先辈的情谊，通过电视传播媒体，蒋老师传给我的具有时代风格特点的一二路拳，正是亲自示范，介绍给习练的拳友们参考，希望大家喜欢，谢谢。